你说为什么我们俩在一起八年，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？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彼此都在为了自己的事业疲于奔波，一心想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。但我觉得张子浩跟我不一样，也许他已经太优越了，所以他可以在你面前毫无顾忌地放下自尊，倾诉他的内心，表达他对你的需要。好，你回过头，回头。哎，好嘞，再来一场啊！早点休息啊。那徐唯一是不是也可以让你放下心房，畅所欲言呢？